这里就是第36层，这里这么多毒烟，幸亏我免疫毒。你是免疫毒，我不免疫毒呀。攻数二成，散。主神小青，有暗器。有彩铃一铠甲，区区暗器伤不了我。爷爷在哪？祖梅在。爷爷身受重伤，只剩一丝神力，掌力85重，治疗一切伤。你是阎王做的，你为何叫我爷爷？蝶神是我老婆，你是蝶神的爷爷，所以是我的爷爷。蝶神叫什么名字？水蝶轩。送女水蝶学成圣，太好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爷爷，我叫金龙神。爷爷，我很好奇，你怎么知道我是金龙族的？因为为师马经经中一写是你的真身，为师马经经中可以写是任何神的真身，为师马经经中还可以看到你未来的修为等级是多少。为师马经邪行术可以让人和妖魔鬼怪邪术越行。为师没境，我未来修为等级是多少级？什么无敌金灵尊？这什么修为等级？这个修为等级应该是你自创的修为等级。修为等级还可以自创？当然可以自创，我就自创了修为等级灵王、灵圣、灵帝、灵宗。自创修为等级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隐藏你真正的实力。比如你修为等级绝对突破等级限制，你可以自创一个无敌精灵宗，量力扛的时候头顶显示无敌精灵宗，不会显示绝对突破等级限制。你的对手不知道你的修为等级到底是多少级。爷爷，怎么自创修为等级？去多位监狱美界自创修为等级美食，把你自创的修为等级写在自创修为等级美食上就可以了。原来如此，爷爷，我救你出去。不过去的36层，这里有位置封印咒、封印邪力、生力、造力、力力、巫术、美术、生力、美术，在这里使用不了。我是空，我会空术。爷爷，这里困不住我的。四金光线护盾，空术一成，碎一切。为了感谢救命之恩，从此这个那个美袋赠送给你。开9000星球所有的零食都在这个美袋里，这只威斯魔晶、四斯魔晶也赠送给你了。谢谢，我就收下礼物了。主神，脸皮真厚，英龙之没送礼物，也不婉拒一下，就直接收下了。主神，脸皮是出了名的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俩说啥？不想在精灵门工作了是吧？我什么都没说。我说，主神，有了这些灵石，你所有的神器都可以升级到世世神器了。等有时间回到精灵门，就把所有神器升级到世世神器。爷爷，你准备去哪里？先回凤凰洲办一件未完成的事情，再去魔界取回一本绝世功法。前辈，先别走。前辈，先跟我回龙族处理一件事情吧。上古藤蔓魔核被灌龙神打开，藤蔓魔核内的封印阵松动，藤蔓魔核内被封印的大魔似乎要突破封印，大魔若呈现龙域界，龙域界必将大乱。太古时期，你跟祖龙之神、烛龙之神、苍龙之神四神联手把大魔封印在藤蔓魔核内，你们一神设置一道封印，除你之外三道封印已加固，还剩一道你布置的封印阵没有加固。前辈，请你速回龙族加固封印阵。好，我跟你去龙族加固封印阵。贤婿，我父亲现在在哪？爸爸，爷爷已被我救出，爷爷去龙族加固封印阵了。那我去龙族找父亲去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找父亲主持公道。主神，现在9:59，还差一分钟赏灵宝大会就开始了，我们快去参加赏灵宝大会。时间法则功法走，未完待续。